大家来到今晚的摇摆之夜，我是悠悠。好，今天这一场就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场。那还是要跟大家提醒，虽然现在疫情有放宽，但还是希望大家今天尽量都把口罩戴着。OK， 好，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乐手，鼓手陈新介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吉他手 Savant 陈玉兰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钢琴唐宁。还有我们的团长胡俊全 Double Bass。然后再来呢是我们的管乐部分，首先是我们的萨克斯风，就萨克斯风苏胜宇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小号 Trumpet 郑文凤美金老师，然后呢，最后是我们的 Vocal 韦琪。好，接下来就继续给各位带来 In a Mellow Tone。